然后我去，我听听你说。你开始，但是你更冷静。去过那个天真了嘛，对不对？那我跟您说一下哈，就是有两位客人，他等一下，要不然就跟你们牵手去那个水井。他到底会去？啊，这个啊，他到底会去？我可能，我可能要去。因为难得出来玩嘛，附近拍的，就在平西区这边铁路上面拍的。
So later you are going to release the second lantern. We are kind of on the railway, but be careful, okay? 就是我们会直接 dock 瀑布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大家如果回程的时候想要吃个东西啊，或是。The railway to transport the coal from here to the other cities since the Japanese era. 在日据时代那时候，台湾来运送这边平西区乡还有附近的一些那个煤矿这个产业，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需要那个早点回去，这个都有可以安排的，没问题。像上次有一个印度来的朋友，他就晚上11点的飞机那天不是我的错，那天是车坏掉，所以呢，他也要跟着我们一起，又要换车嘛。换车之后还要继续行程。我说你确定你不要回去吗？那个飞机票比较贵哦。台湾可以再来这样，他就坚持就是要一起这个走完行程这样子。OK， 都好。不会这样干的是你。不用了，不溜了。不要了，不要加，不要再拖了，你真的不要走。